期待的畫面終於出現啦，就可以測試呢部 Samsung Galaxy S10， 佢採用 Snapdragon 855 CPU 同埋支援 5G 網絡嘅。不過因為我係負責寫 WiFi router， 所以我就係見到兩個字母，就係 AX 啦。即刻同大家測試一下 AX WiFi 係咪真係快過 AC 制式好多先。首先同大家講一講我哋 setting 先，我哋有呢一部 router 就係華碩嘅 GTAX11000。咁佢嘅 2.4GHz WiFi 咧係行 1148 Mbps， 而 5GHz 咧就係兩個嘅，每邊各行 4804 Mbps。咁佢嘅 WiFi stream 咧一共有四個啦，頻寬咧就係 160 Mbps。然後我喺 router 嘅 LAN port 拉咗條藍色嘅 LAN 線，播落去呢部電腦度，電腦咧就係攞嚟做 server side 嘅。Samsung Galaxy S10 就係 client side。我就会测试一下 Samsung 同埋电脑之间嘅传输速度。呢部 Samsung 佢行 AX 制式 WiFi，WiFi stream 有两个，频宽系 80 Mbps， 所以加埋嘅理论值 WiFi 速度咧就系 1200 Mbps 啦。好，即刻测试一下佢速度先。见平均都有800几，850以上。好，咁出咗十秒平均啦，就系858 Mbps。咁我都攞咗 AC 制式嘅电话去测试，佢就系 LG 嘅 V40， 佢系行两个 WiFi stream， 频宽系80 Mbps， 所以佢嘅理论值 WiFi 速度就系867 Mbps 啦。测试一下速度先。话707 Mbps 都有，其余都600几。好，咁结果咧就系658 Mbps。AC client 如果对翻 AC 制式嘅 router， 通常最快速度大概系400多 Mbps， 但系而家净系换咗部 AX 嘅 router 咧，其实 AC 制式嘅 client 都有快咗，咁而家就去到600几 Mbps 啦。想知详细嘅结果同埋 AC router 嘅测试比较，记得买下星期一出版嘅 PCM 杂志啦。